首先关心就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嘉义市政府爱你一生幸福一世的金婚礼展，28号展呢是王子大饭店举办，132对的结婚超过半世纪的金婚夫妻，在市场免费和贵宾的见证之下，牵手走过红地毯，恩爱之情使人心酸。牵你的手，甲你到老，在50年后再次重温新婚的感动，有人见笑，有人目眶红光光。不少的阿公阿嬷招好未来的人生，要阁继续爱落去。嘉义市爱你一生，幸福一世金婚礼展，132对结婚超过半世纪的金婚夫妻，在嘉义市长吴明辉以及贵宾的见证下，携手步上红地毯，恩爱之情令人心酸。接到嘉义市长吴明辉结婚30冬的蔡宗佑遗书，也惊喜献身，献上花束甲爱的抱抱，现场是幸福满满。市长吴明辉表示，每一年的金婚礼展，拢互伊感觉着真幸福。不少的阿嬷偷偷啊甲讲，伊较早无机会来披婚纱、行红地毯，今仔日终于满足了心愿，和新娘满意，这一切拢是真简单咯。新郎，你们眼中的新娘，每一个人都告诉我，啊来了，讲个金人吼，啊，我爱当我当新郎，我直接亲下去就好了。可是各位新娘，如果我能够跟你身边在座每一位新娘那么漂亮，那是因为有另外一半最大的包容，最大的疼惜，让我们觉得有最大的空间可以努力，我们有最大的幸福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那我也很感动的。当然有另外一半都叫我阿公，啊，我最惨的都要回来了，本来说不来，他说不来，他妈咪就没地方睡了。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好多好多精彩的故事，还有孩子们 来在我耳边告诉我，他说我今天能够当我爸爸妈妈金婚礼站的伴郎伴娘，还有当他的花童，我觉得好开心，谢谢你，我要真的真的谢谢。虽然在经营美满的家庭的过程中一定有甘有苦，但是只要是另外一半的扶持，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好日子，也是天天都幸福。嘉义市是高龄友善城市，市府团队致力于打造幸福加和谐的家园。今年中央节的礼金会从9月18日开始来发放，65岁到79岁提升到3000元，80岁到89岁有5000元，90岁到99岁的礼金有8000元，100岁以上是10000元。希望每一位阿公阿嬷拢可以甜蜜吃百里，拥有幸福笑容，牵了半世纪的手，互相扶持，这是真不容易。祝福所有金婚礼站的阿公阿嬷幸福快乐。世新新闻蔡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。